怀了你的孩子。真的吗？我要做爸爸。迟疑了。对，你要做爸爸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你为什么迟疑了？我没有迟疑啊。那你？因为他怀疑是我的。乔聪哥，我刚有一个感受。什么感受？刚看到你们是六分最高分，然后慈妹猜，哇，好棒啊！有谱，有谱，有谱。你需要的就是一个愿意在你身后的人。